放大来看，好，会发现鸡帮膜的组成很有趣，它是由一些插着两根筷子的贡丸。 好，跟一些很大的蛋白质组成的。好，那这些蛋白质的形状，哦，相差，可能会不一样。好，甚至于有些蛋白质上面。 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构造。好，那这些蛋白质是用来干嘛的？就是我们所谓的黄色，都给我那一折断。但是没有黄色的。不喜欢用这么长。我不喜欢在同学面前做这件事情。好吧，下次多多折给我。 因为我不喜欢用整支粉笔，我喜欢用比较用色一下。所以你只要整支给我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粉笔断几支？好几支。因为我喜欢用的长度就是比这个还要短一点点。所以你不要拿完整的粉笔给我，这样知道吗？下次收成那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的长度，这样才不会断掉。因为内壁太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 有些老师喜欢拿整只的粉笔，然后一节一节断很开心，是不是？你是觉得完整的比较好？不然我觉得这种长度的差不多。好，那细胞膜的组成呢？其实有两个区块，第一个区块是最主要的成分，哦，顺便跟你讲一下，这东西在三个地方会用得到。第一个地方叫肥皂水。 这是我的慢手机，这个大头针，啊，就是大头针钉到油里面嘛，中间这是什么？是油嘛？旁边这大头针是什么？你看我为什么拿那么小一支笔，就是因为这些笔都太长，我不想拿。我就跟你说，我不喜欢在学生面前做这件事情。好来。 中间这里有，旁边这是什么？啊，肥皂，我知道用什么洗。肥皂。好。那肥皂分两个嘛，肥皂的头跟肥皂的脚嘛，对不对？肥皂的头是什么？新的。外面是谁？水嘛，所以新水嘛，里面是新油嘛。好，看出来这一个。 它只是多插了一根筷子而已，就这个东西。哦，只是这个我们比较肥皂。这个其实肥皂的本质是什么？肥皂怎么做出来？谁跟谁去做出来？肥皂原料是谁？氢氧化钠、碱跟谁？重要的原料。油嘛，不管什么油嘛，你加的微波油嘛、棕榈油嘛、椰子油嘛，都可以拿来做肥皂，对不对？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，它最原始、最原始其实是谁？它其实是油的一部分。其实它一部分带了一个离子，让它可以亲水，没问题。应该说投了这部分不错，投了这个部分让它可以亲水，是因为它跟碱反应完之后，对不对？碱的那个正联让它升上，然后它就带一个正嘛，这边有正嘛，对不对？后面这边还是油嘛，这个主要成分是油，才可以插到油里面了。OK， 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油。 所以这里提成有两层嘛，哦，这个我们叫双层，是纯牛肉哦，是脂肪。好，为什么我跟你说这个跟它很像？很简单，因为今天细胞膜，好，这是内，这是外。 这样画这样不太对，没关系。如果以那个图画出来的话，上面这边应该是外，好，这边应该是内。好，细胞膜内外主要的成分是什么东西？是水还是油？
那我们把所有的物质分成可溶性的分两个，一个溶在水里，一个溶在油里面。好，细胞膜外面是都是水，细胞膜里面是也都是水，对不对？它需要水来溶解很多东西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我跟你讲这个是不是跟它很像？来，共烷的部分氢的嘛，水；筷子的部分氢的嘛，油；共烷的部分氢的嘛，水；筷子的部分氢，油。所以筷子对筷子都是油，头对外面，头对外面，金水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这个一层能不能办到？单层办不到这件事情，一定要双层。OK， 它才可以做出一层很漂亮的油膜，外面也是水，里面也是水。好，那当然它不是那么简单就形成，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好，所以外面、里面都是水，中间它必须要它的油存在，因为很简单，油跟水才可以隔出不一样的空间。所以我们细胞膜是由油组成的，好，但是它有两边的清水。好，那物质要怎么进出这一层油呢？为什么要讲它是油很重要？因为有些东西可以溶到油里面，有些东西不能溶到油里面，有些东西可以钻进去，有些东西钻不进去。好，所以就要看物质的进出。来，什么东西可以轻轻松钻进钻出？水可不可以轻松钻进钻出？你在细胞膜的过程中，你学到水可不可以自由进出细胞膜？可以，我们都说因为它怎样，很小的东西可以进入细胞膜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这里后来科学家打了一个大问号，因为这层是什么？油，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水是这样进出，大部分的水走水通道，还有开源的才进出。哦 ，OK， 好，不过水还是勉勉强强的可以走这一条，因为它很小。所以简单进出的方案，第一个水，第二个很容易钻缝隙的气体。举例来说，谁跟谁？最常用到那两个嘛，那两个嘛，谁跟谁？二氧化碳跟氧气嘛 ，CO2O2 也是可以直接进出的。好，接下来你身体需要的养分，养分，好，养分会发生两个现象，第一个进不来，也出不去。被弹开了，好，好，什么样的状况会弹开来？只要你今天太怎样，太大了、太胖了，就会弹开来。哦，或者你今天带有急性，你就会弹开来。因为你要记得，中间这个是油，不是水。哦，所以举例来说，盐巴能不能自由进出细胞膜？不行，因为它会分解成 NaCl，NaCl。它带有极性，不能穿过这个油，它只能溶在水里面。所以你以后学到这些，很多东西不能自由进出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油。OK， 好，太大的分子，还有带有正负的，不能自由进出。好，那哪些东西是大分子？哈，举例来说，举例来说，像蛋白质，好，举例来说，像淀粉，电子就写错字，电右边是液吗？还是这个？好，所以太大的还是带有离子的都很难自由进出哈。然后蛋白质跟淀粉不行，不过它分解完的东西就可以。好，蛋白质跟淀粉分解到最小，你们知道的分解到最小还是有养分的东西是谁？
就可以进出了。蓝，还有一个绿色。好，蛋白质分解最分解到最小是谁？氨基酸，好，所以氨基酸可以进出。好，淀粉分解到最小是谁？淀粉分解到最小，葡萄糖。好，不过它的进出也不是自由进出，它需要靠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所谓的通道，那它的成分是蛋白质。好，所以用这边跟你连接你养分吸收的概念。好，那为什么我没有讲脂质？因为脂质比较讨厌，所以不要讲。好，因为脂质要分解成两个东西，可是脂质本身又是油，所以油到底能不能直接过那个大的油滴？当然不行。但是它分解完的东西就有机会可以进去，而且进去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是跑着看。好，那这边 OK 吗？所以你的细胞在你的食物在消化的时候，蛋白质都会消化成分解成氨基酸，然后再吸收到你的小肠细胞里面。哦，你的淀粉也是会分解成葡萄糖，然后一样吸收到你的小肠细胞里面，然后再经过你的血液去运输。所以这些东西跟养分的分解消化会有关系，它必须要拆掉成最小的单元，才能送到细胞内，才能往下一个步骤去走。好，那接下来物质的进出的部分有两件事情，好，所以我们说。好，物质的进出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是直接从里面跑出来外面，或是从外面跑出来里面，这个它为什么会跑？它要靠什么样的事情来跑？靠什么的差别来跑？什么的差异来跑？啊，浓度嘛，所以第一个靠浓度来跑的，我们就叫它。好，扩散就是所谓的高浓度啊，低浓度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方式叫渗透。好，那渗透这边有画一个图啊。今天假设
假设细胞里面的盐比较多，盐的浓度高，细胞外面的盐的浓度低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我们说过三是高浓度往低浓度，可是今天多了这一层膜，盐高浓度的跑不过来，跑不过去，那怎么办？不能往低浓度跑啊，跑不过去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它跑不过去嘛，因为它过不去嘛，不能从里面跑出来。你的浓度高吗？外面的浓度低吗？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想办法让这个浓度变成没有差异。那你要怎么想办法让这个浓度变成没有差异？你就要靠谁去弥补这件事情？只有一个人在这里可以简单的过去嘛，所以就是谁？好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水跑过来了，这个盐是不是就被稀释了？浓度就降低了，是不是就跟这个接近了 ？OK。好，所以水就从这边跑到这边来，所以这边我都会说，你仔细比较一下，盐浓度高表示盐比较多嘛，盐浓度低表示盐比较少。好，假设这边有十颗水里面，十颗分子里面有八颗是水，然后两颗是盐，这边可能十颗分子里面有九颗是水，一颗是盐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想办法弥补这个差距怎么办？我就把一颗水丢过去就好了。把一颗水丢给他，它是不是就变成九颗水，两颗盐，是不是跟原来的很接近？好，很了解吧？好，这里可能 OK， 看来大家又不懂，该怎么跟你解释呢？盐的浓度高，表示水的浓度低。大家了解吗？虽然这是错误的讲法，因为我们没有人在讲水的浓度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在讲水的浓度。好，盐的浓度低等于水的浓度高，水由浓度高的往浓度低的跑，所以这也是一种什么？这也是一种扩散，只是它是有限制的扩散，所以我们叫渗透作用。好，那这个渗透作用是指谁？通过什么东西进出哈？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水。通过膜进出。你们学到逆渗透了没？学到逆渗透了没？没有学到。浓度学了吗？有，好，很简单。顺便跟你讲，什么叫逆渗透？逆渗透就是反的这件事情。所以水本来要从这边过来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做什么事情？我把这里加一个压力，然后强迫它把水回过去。好，所以你就会得到杂质比较低，水比较纯的，更纯的水。那了解了吗？因为这个膜可以把杂质筛掉，所以有动力把它挤过去。正常来讲，水会跑过来，可是我出于力把它推过去，把水推过去，所以就会透过这个膜把这些杂质都滤掉，把杂质过不去。OK， 这就叫逆渗透。好，所以我们逆渗透是需要一个膜来做这件事情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如果发生这个现象，里面盐的浓度比较高，外面盐的浓度比较低，所以外面是低浓度的盐水。好，外面是低浓度的盐水，里面是相反的，就是高浓度的盐水，所以这时候这个细胞会怎样？啊，水会灌进去还是跑出来？水会灌进去。好，所以灌进去之后，这个细胞就膨胀，甚至于最后破掉。OK， 好，所以就是指这件事情。
渗透这件事情 OK 了吗？哦，因为外面的盐低表示里面的盐高，表示里面的水低，水要从高的往低的跑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水从多的往少的跑，浓度高的往浓度低的跑。所以很简单，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这样想：你今天如果泡在盐巴里面，你水会流进去还是跑出来？跑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泡在盐巴里面，你水是不是就会跑到盐巴里面？好，所以外面盐巴浓度高，你水就会跑出来。好，可是如果你今天去洗温泉，泡在温泉水里面，或泡在河流里面泡久了，就怎样？水就会怎样？跑进去你身体。OK。虽然我们后来科学家发现，你洗澡洗久了是会皱皱的，好，那个有一点点是因为水跑进来，可是大部分的原因不知道，好，但是还是会有水会跑进来，所以外面的水如果浓度很低，对，外面的水的盐如果浓度很低的话，低浓度的盐水水就会跑到身体里面来，如果你泡在盐巴里面，水就会跑出去，就这样简单来想就好，你就把这颗细胞变成是你。那你就想，今天泡在高浓度的盐水，跟泡在低浓度的盐水，跟泡在生理食盐水的差别是什么？但能不能直接明白了？好，所以膨胀、胀破还是收缩、缩破都不用考虑太多，你就把那一颗细胞想成是你，你在泡盐巴，或者是你在泡清水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这个东西跟植物的细胞壁有很大的关系，跟植物的异胞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植物的遇到状况，它不能移动，它今天如果海水倒灌淹到它，它跑不掉。今天如果下大雨淹水，它也跑不掉。所以它就一直接受这样子的痛苦。如果今天海水倒灌，它跑不掉，它的水一直往外流失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它要怎么保护它自己？好，这有点难。那今天换一个方向来想，如果今天水一直灌进来，它怎么办？你的话你就跑走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如果水一直往植物的身体里面灌，它怎么保护它自己？就是它的细胞跟你的细胞差异很大的地方，因为它有什么东西？对，它的细胞壁的功能就在这边，所以最上面那一个细胞壁。好，细胞壁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于它可以防止它胀破。OK， 在的讲义的右上角最上面那一个格子。好，细胞壁最大的功能就是防止它胀破。那相反的嘞，如果今天泡在浓盐水里面呢，我水一直往外跑，这是我一个人可以保护的。那个人是谁？我要防止我一直缩，一直缩，一直缩，要有一个极限。谁可以保护你？就这一个防线。你往外胀可以用细胞壁去挡嘛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一直变胖，墙壁会把你挡住嘛。可是你今天一直变瘦了，一直缩进来，谁可以挡你？啊？细胞膜没有办法挡水进出嘛，它完全没有办法。欸，我听到一个字，什么东西？对，就是你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有一个很大的什么？异胞。异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当你收缩到一定的极限的时候，因为异胞的膜会把里面的水保护得更好，你的异胞它就可以维持的形状，大家了解了吗？所以你维持形状一直缩进来的时候靠的是异胞，一直胀出去的时候靠的是细胞壁，大家了解 ？OK， 好，所以异胞还有一个功能，你的大异胞第一个是防止你细胞过度的收缩，